现的福音，也是千分之爱基金会所做的事工。我希望我们这个是一个旗舰店，我相信更多的地方是需要这样的服务。我们有专业的团队，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到各区各地方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去服务更多的人。你心态变了，我的心态嘛，相当毛主席呀。